一包，两包，三包，四包，五包，六包，七包，还不够啊！现在呢，老弟再加一包，咱19.9到手是整整八大包，而且每包都是这样200克的大分量。现在呢，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啊，咱再直接挂一张5块钱的优惠券，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14.9到手是整整八大包，厂家控价之后优惠券随时关闭。咱家那个金针菇呢是香辣口的，看一下里面啊，都是满满的小红油，香辣鲜香，丝丝入味。而且呢，选用的都是这种小嫩芽，没有后边那段老梗啊，香辣脆爽，嘎嘎好吃。像咱平常夹个馒头了，拌个凉菜了啊，和个米饭了，拌个面条了，怎么搭配呢都是特别好吃。它的口感呢就是微微辣，微微甜，微微咸，口味呢特别适中啊，嘎嘎下饭。哥姐妹啊，一定记得领券去下单，老弟还挂了一张5块钱的优惠券啊，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4.9到手是整整八大包，厂家控价之后呢优惠券随时关闭。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搂单啊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挂没挂成功，如果是14.9到手8包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